林心如、张馨予、李湘、柳岩、熊乃瑾五位女星近日将浙江嘉兴某医院告上法庭，这家机构擅自使用五位女星的照片，并在照片周围嵌配各种去胎记、假体丰胸等美容宣传的相关文字介绍。不过，当记者致电五位女明星的经纪人时，他们却对此一无所知。这事情我还不太了解，因为我们那有专门律师是负责这些东西的。其实还不是我们的法务，我们公司法务在做的，因为那个东西太碎太多了。所以说我们是整体把这个就是那个肖像这个维权这块东西外包给了一个那个律师事务所。原来不少明星把肖像名誉权都会委托给专门的律师事务所进行打理。林心如、张馨予、李湘、柳岩、熊乃瑾五位女星委托的法务机构正好是同一家，因此我们拨通了代理律师的电话。现在的状况呢，是这个被告这家维权机构是强行的把他们的肖像放在他们公开宣传的一个网站上，所有的这些肖像都是用于被告方关于他们一些整形美容项目的一些宣传。要索赔大概有一个怎样的数额吗？具体的数额我得看了诉状以后来给你谈。目前浙江嘉兴市秀州法院已受理林心如等五人的诉讼，将择日对案件进行开庭审理。不过，明星被代言事件如今已经屡见不鲜，个别地方机构非法使用明星肖像的事情时有发生。而作为公众人物，明星们又如何维权呢？那对于这样的一些侵权情况呢，我们建议艺人就是当发现这样的线索的时候，就及时的做证据保全，然后呢，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